可能学会的这辈子都学不会。最近一次感受到生而不生活不易，王源叹气的营业时刻是前几天有一个采访，他要让我拍一张自拍，我拍了十分钟都没拍出来。不会自拍，这怎么拍的？我真的不会自拍，我真的按不下去。最后那个节目弄完了都没拍成那个自拍，就是因为我不满意他那个自拍软件，就是自动把我的脸给修得很瘦，然后很锥子脸，不好看，然后我就很讨厌很讨厌很讨厌。